这回的啊，你看被那个什么什么，哎呀，红毛虫啊！啊，咋的？你看，好痛啊那个！来了，直接肿上来的。哎呀，那个坏虫子，你说清水肥皂。那个虫好久了呢，嗯。工地底下说那个很少那个来。看一下，去旱少几年来。那个来接点来，那个这里你看这个这是肿那么大。这里啊。我要捅好久。是啊，这个东西我们小的时候被搞怕了。谁让你去的嘛？你叫我去嘛？我都不知道你啥时候什么时候去的。你不该穿个短袖，该穿个长袖的。我以为他就在这里捡呢、啊。走吧走吧，我带你去。走，把瓶子来。走。哇塞。凉一哈。中山站。来，帮你穿起好凉意。嗯，凉一哈。哎，那个没了。没有。这等下怎么吃啊，老金？嗯。要找找着老老七，他才把那些鸡鸭的那都放到那几天，弄得我一捡个空的。炖老母鸡还是炖公鸡？老母鸡啊！啊哈！要炖哪个？老母鸡了呀！去哪里找个老母鸡来呀？到底炖么子？你说啊？哪里有老母鸡啊？老鸭不去。是鸡还是是公鸡还是母鸡？老金，你说。母鸡，土家老鸡。哈哈哈！说老母鸡脏。老鸭脏。你别说这个东西炖鸡真的是营养很高的，很好吃的。去捉就去捉去捉就是了，在里面那里那里。那你你要跟鸡跟爸的妈张黑先。你这不往里拖一点，你走过来往那边撇死你，这儿都被他撇死没才说的。就是这会儿都没看到你。嫂子，嗯，天，我看到你们两套房子，我心痒痒了。修啥？你们是打算在利川买还是怎么样哦？现在啊，啊，没这个啊。咦，第一是没这个，第二就是那地基还没批下来。应该主要是地基不好批吧？嗯，现在就是最主要就是地基没批下来。就是只要地基批下来了，你慢慢修嘛，他又不是要你一下子拿好多房子。等你们修好了，我再研究怎么修。只要把地基批下来了就快了，你们那个就好弄哎。对呀、啊，但是我们现在就是怕地基也批不下来。其实在利川买也可以，在利川买以后现在在利川上学。利川上学，但是九哥你喜欢在家里面建吗？家里就是跟嘛。啊，对呀、啊，本来我的想法，我看到你们各个建，我还是想在家里面建，就是说小孩上学嘛，到时候。其实现在还是很多人在家里修房子的哈。对呀、啊，你看像修的一栋这样，如果你在外面买的话，那不起比吧？这个不能比的，在外面买了嘛，是为了小孩上学嘛，在家里就是修了就。但是我们在这里有点地啊，种点菜方便呐、啊。对，小孩，我觉得以后我们老的在这里也比在外面好吧。等我们以后都老了。出来一起那个逛逛马路啊，还有个伴儿、啊。都在利川去的话，可能都到利川去了，找你玩就不方便了。利川的消费也很高，你不觉得？那肯定啊，是吧？利川消费高，真的，我就觉得利川消费真的有点高。嗯，如果要是在家里的话，自己种点菜，在自己做点搞养什么一点鸡啊鸭啊什么，就不用买什么哦。嗯、那你在利川去，你出门都是要拿这个买。那肯定是啊。不做，我就随便做。你做啥？你做，我都你都不到屋里去做，坐这里下去。在利川嘛，反正就是主要是小孩读书，好多都是为了小孩读书在利川买房。哎呦，加油！嗯，你看这个怎么越肿越大这样？你多插一点，咱还有没有啊？有，插了那么多了。它是这样子的，没用。他们说那个蜜蜂蛰了，用那个插，我也是当时蛰了之后就用那个插，还是肿，肿好久，肿好几天。就是有点痛。其实我觉得建房子就是一边赚一边建。我跟你说，没有说是谁家建房子一下子把建房子的钱存够了再来建的、我也觉得是这样，都是边找边建，就算签一点账嘛哈，后面慢慢找个房嘛。它不像在利川买房，然后利川买房你是要一下子拿出来的。对呀、啊，你要一下子拿那么多的。嗯，在家里建房就是今天拿点，明天拿点，是这样子的。是啊。他不是一下子就拿那么多去了，所以一边赚一边建，我觉得在家里面建还是好的。对对对，是吧，二伯？是
先把那个腹分出来，然后拿个老五才100多块钱。这个啊？不是那个。哦，以前以前那个摘那个，那个摘一。100多块钱。那个年代100多块钱也不少哎。也不少哎。5000块。阿伯，那剪这一通呢？剪这一通要多少钱？有多少钱剪？有的。接这个，他是问你这个。这个高，这个高钱是主体的是30，就是主体也是30万呢。对呀、啊。那个粉刷简单噻。他这个房子他就是装修粉刷很简单的，他就是花那个石灰，他就后面装修钱花的少。粉刷只有那个。粉刷和要么是满门装修工艺。阿伯，你要好好的注意身体，到不久要住到别墅去了，不要干太多活了，自己要注意一下身体。现在那个当粉刷明星，装修明星。